说的。那个上路是多兰，中单是丘比，丘比 ，AD 是一个职业选手忘了，职业选手忘了 ，AD 是 BD BD 吗？什么 BDD 啊？他是玩 ADC 的，你跟我开玩笑吗 ？BDD 也转 AD 了吗？什么？对面打 A 是说的，对面打 AD 嘛 ？BDD 转 AD 了，不是 BDD。他就是玩 ADC 的。枪迷死人，哎呀！我这把只要不被单杀就行，把火种挡开。我都是懒开的，他二级可能会往前冲，哎呀，我们 AD 是 BDD 吗？哦，我们 AD 是 BDD 啊，妈的，那你们要说我们 AD 啊，我以为你说的是对面的 ADC 呢。你要说别人我怎么知道，你要说清楚说我们的 AD 还是对面的 AD。 这版本自己不是被削了吗？克林怎么好像是二级啊？哎呀，都不好走吧。图都已经寻找一下。他五成。我的，原谅你，原谅你，没什么事。原谅你，理解理解。大家在上面。能来吗？哦、我先到的，张老师。他没有五成。这样吧，我们的吗？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可惜。可是不会是打不过一个玩那个的吧？这个不会是打不过玩上路的吧？这个这边打艾索尔，这个格林分上路啊，大哥。还有饼干。哎，完了，这好苦啊！好痛啊，这个人！我觉得你要给点 ，Oh yes， 你要给力一点啊，加油！哎，这都被花了，我操！哎，不该一过去的，这不。我没去他用 W 能，哎，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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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给我，我没去他用 W 能这样，没注意。哎呀，火熊抓人是真的变成个垃圾。他 W 能吃我的红豆伤害。他上单踢了。上单没闪。火熊这个英雄真是个垃圾啊，抓人也太变成。对面正在有题，我有题。啊，我们怕被抓现在。这里有眼还有毛。对面正在有题，我有题。然后，对面除了斧子都没抢，就个斧子有抢。感觉这把就等那个进攻片儿了。我有踢，我踢啊，我有踢啊，我有踢啊，我有踢啊，哥们！哦，他溜了，我操！那好难打呀，这样，那还行。
的，什么意思啊？看不起独一币的发条吗？给我！看不起独一币孤堡进太上的发条吗？太上系来点作用吧！什么意思啊？哎，感觉打你倒不能带这个，不能带。太上系不好打。作用啊！带这个不好打，感觉要带长矛一点。有点看不起嘛。OK，sorry，那我直接 sorry。对面打野没有回过家的兄弟，他还是就一个打野。他听起来打不过。他六分钟都不回家，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E中了，直接要跑E中了。那要拼起来打得过的选择。他这波能拖我大，但是他一个人伤害肯定是不够的。他是犀利邪加蓝血精，这装备什么装备你们知道吗？就是，我有，这你装。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是那个。就是他会出吸血刀，这个。哎。哎，我他妈一哪里啊？哦，西巴好菜呀、啊，这个人。sorry。喂，这里不是可以跑的吗？这不，没下没打。哎呀！哇，我这样死了！哎，感觉这把顶掉 C 吧，感觉我已经是废了。哦，可惜。哎，好气啊！操！狗熊这英雄真的是伤害太爆炸了，兄弟们！没闪，金哥没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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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二吗？他想起飞你，他想起飞，起飞，起飞，哦，起飞，哦，哦，哦，起飞，起飞，起飞，这明显没事吧？这个，我走了。哦，哦，哦，起飞，哦，哎呀，哎，感觉这把跟我上把差不多。上把这个人是上把的杰斯，这个人是上把的萨拉斯，可以，还是赢了的。萨拉斯赢的游戏，杰斯输了游戏。我会下来，哥们。我不拔在路上啊、哦，那我们一定要回家吗？真的。哇 ，F 六什么？哎 ，F 六怎么那个？这第一个 F 六吗？哦哦哦，起飞！小龙感觉要不要？小龙要不要？小龙要不要？他们人在小的，都在小，两个我三个，落马伤就六级，九分钟为什么九分钟两边辅助都是五级啊？等级太低了吧？两边辅助九分钟五级，那就跑。他可能有可能升六级，继续发威跑冠军没什么办法，五十三打。啊你又空了西班会不会有你啊这个青钢影他们四包二四包二开先放吧啊开先他们四包二哥们都不走啊完了都死了这不是知道明明知道对面有四包二怎么还不走还在塔下等死呢这个不太好啊哥们这个就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了感谢 C 下喇叭送的五号，谢谢。发条骆驼就行。哎，经过刀妹在哪？刀妹可以去中了，正面正面，从正面过来。剑伤吗？嗯。已经来。哦。他没闪。他刚闪了。啊，刚闪了吗？哦，刚闪了。OK。二闪的。妈呀，这刀妹太夸张了。看看，进攻看看，没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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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闪。快搞快搞！没闪，真的没闪，真的没闪，干他干他就干他就干他！干他！我打中他。
哎，好可惜啊，这个。帮我清线吧。哦，他上油梯，他上马上油梯，马上油梯，差不多有了，差不多有了。哎，稀巴了呢。AD 没啥 ，AD 没啥 ，AD 没啥 ，AD 在这。这个对面谁要闪了？中单闪了。AD 闪了。辅助闪了吗？没有没有，辅助没有。打没打？打野没叫闪，刚刚就那个中单和 AD 闪了。中单和 AD。啊，中单和 AD。啊，当面你出去。哎，出色了，对吧？你去上了吧？120520120520160，对面上单没 TP。OK。他没闪，两个人在中。不，我打十，我想去对面拿 buff。我跟他差不多，我要来的，我可以直接来。他能在这，我再来。他状态爆，他一般状态现在。那个刀面有大的。刀面有大，他推你们推倒吗？两个人。我再来。我操！妈呀！哎呀，出色了！这两个人都被打倒了，哎呀！安吉莫里，我都死了。我应该能救你，不会是两个人都死了？哎，西班牙英雄些。救不到。刀面没闪，你这个人还不走、啊？妈呀，这也太装了吧！你个600块钱这样玩游戏，感谢你，爱你，么么哒。不是600块钱这样玩游戏吗？谢谢。这也太夸张了吧，兄弟们！你个600块钱的人还这样玩游戏，是感谢你，爱你，么么哒。谢谢。我要输个女的。对吧，8秒5秒他们中单有秒表，他是点的还是买的？点的你买的吗？哎，点的吗？买的吗？我也不知道，兄弟们，他为什么有个秒表？我不知道这是点的还是买的。若有个啊，不是罗，那个这题他偷了四级吧，他是偷了四级吧。但没闪，我们杀不死他，有点难。他没走，对呀。能走吗？还是不能走？应该能走。我再来。他没闪，因为我再来。他没闪，我再来。慢点，一定要慢点。你可以吗？有。他跑了。感觉不好杀他。我们身体来了，看吧。OK。看，就看，别那么怕。能看。他会吃。兵有枪。你家，别、okay. 别省了，别省，就家。还想秀啊！我的妈呀！他没赢。哎，还是装备差距太大了，这个还是打不过。你是真的混，你不混？妈呀，这把6-4，你跟我说太混了，我还能怎么说呢，大哥？我打丘比。哦，我打丘比，你跟我这把6-4，你跟我说我太混了。你叫我怎么做好吧？你叫我玩游戏行不行，大哥？你对我要求也太高了吧？非常骚扰，大哥非常骚扰。
这个不是故意的，只能说不是故意的 ，sorry。这个 ，sorry。死得好惨。有没声？点不掉。然后再枪、哦，没小伤害哦，我们这里没出错、啊。AD 没技能不？这杀我什么？落马枪就有大，他 CD 30%啊，20%，两个 CD。咱们阵容开场有点猛，带线的很吗？两个带线加一个，两个开团，三个开团，咱们三个人都能开，洛、寒冰、火熊。等我吸六级。莎拉是在处女的，上线是月下吧？没事。那个什么枪？刀妹在这。上线吃不了这个，打100%在上。刀妹在这，再看那个二。二，嗯，布隆不能用二先手吗？火虫下来，终于有三枪了，18分就三枪失败。恭喜你，18分就三枪，恭喜你，加油加油！太难玩。恭喜你。只有发条有输出，发条。嗯。加油。传吧，我也没输出现在。OK。他母矿有点高、啊。我们俩下 ADC， 我哎中了。已经死了。拉拉在中。我也不要走他。他要上哦，你没有上，我去中路吧。他们母康都100，萨拉斯母康100，狗熊母康100，辅助母康100，全部西半。快西半！我在，我在，我有啊，我有啊。还有什么东西？等一下，你用二吧，我用二。我可以给你加速，你看吗？你三秒还是不行。爆嘴。我装备挺好的，气飞。没闪。没闪吧？没闪。哦，这个不是我的，鸡毛的，鸡毛的，鸡毛的。鸡毛的，翻盘了，鸡毛的。起飞！谁要闪了刚才？女刀。女刀和女刀一个人，我确定女刀一个人，其他人没追。其他人忘记了。萨拉走了，我要跑。我要出个女的、啊、你走吗？我不在，石头可能会掉到哪，你们小心。卖了吧。好了，再上。踢了，女刀踢了。Okay.
条字母抗，妈呀，他出两个母抗，他穿出了两个母抗，这也太混了吧，大哥，这个人，这人突然出两个母抗，兄弟们，军团加这个。打野闪了，打野闪了。什么时候闪了？刚刚，刚刚。踢下来的时候。对对对。OK。如果你可以 R A D C，、哦、我们可以，我们两个可以秒。这个可以看吗？中能看吗？能看吗？看不到。有点危险。还能看吗？还要看吗？你最好看 A D C。可以。被看到了。看后面的人吗？这不。能看能看，慢慢看吧。我给你看萨拉斯，你看萨拉斯。没事没事没事。AD 没打。他上不了。能看吗？可以可以可以，我给你加速，我给你加速。小鸡落有大，他可以反打。我可以给你加速，可以看吗？可以可以可以。感觉不好不好不好。加速，速能看吗？还是能看。现在给不了你一个球。啊，就这样行，这样行，这样行，这样打到了吗？打一场血，打一场血，上单没提，上单没提，打一场血。我们有输出的话可以打，我输出还行，我这个输出。好像没有。刚刚，等一下。我给你球，你别动。OK。我有啊。他们果冲要下来抢，没事，我们打一次完。果冲刚回家了。我们打，果冲好像抢不了。果冲刚回家，哎，在这。好吧，好吧，好吧。踢了吗？没有吧。走走走，要跑要跑要跑！我十六级，他十三级，兄弟们。挺好的，挺好的，慢跑了。直接起飞。谢谢刘星送希望的人，老板送了六，谢谢。我女儿差四百六。这波要解开吗？你到在下看看。不会啊，不会给你那个。等一下。你那个 AD 我闪。有就有，就开 ADC 这波。感觉没救，他们也不会出来。我差钱，差三百，差三百 ，OK。有人在这，落。我差钱，差两百。你切，你切，你切。你是下路线的。可以。你切的时候有点小心点。没事没事。OK。他不敢过。他里面有人好像。我不去上路。哇，这红包不是我的呀，挺好的。起飞！时间装备，起飞，起飞，我起飞，你也起飞，大家都起飞。这边打起来，会打起来应该。没人能看。哦，没发条能打吗？这不。来躲中，躲中。卖了吧，卖了吧。这边打不了，这边。你有危险吗？没事，没事。啊，你跑就行，这不，我们来看你在哪边。他没人在。他那个发条。那先别追了吧。萨拉斯没什么伤害，杀不死我。我有女儿，她没有法传棒，我有法传棒。OK。我多一个法传棒，兄弟们，看装备，我多三千块钱。我作为一只汤姆知道，他们来的可以开 ADC。带一点我闪。你跟得上的是吧？闪现跟伤害能看吗？不会看。AD 没闪。哦，在了，今天最后来。能看吗？我可以给你。不用跑，不用跑，不用跑，我可以给你。有话吗？有话吗？啊，西吧。哎呀。我要闪现，闪现开，要不就 AD 没上，反正下一步能开，继续打，往左边，往左边，左边靠，左边靠，往左边靠，左边靠，左边靠，牛道也过来，牛道再过来，我你们还是要跑一点，等车梯过来，等车梯过来，落有打，落有打，落有打，牛道在这里，中间，牛道在中间 ，AD 没打 ，AD 没打，小龙十秒，要看吗？要看的，啊，你有 T， 我有 T， 我副有 T 十八秒。反正是沙龙有点难过去，过不去这个，这C整的过不去，别开了别开了，你能听吗？现在，他跑了，龙给吧这样。我在上面有机会抢，好，那你 AD 大招好不了 ，AD 大招好不了。只要有人能带我过去的话，可以抢。来吃。哎，好可惜，妈呀，太可惜。我先带下路线了，这不。AD 没闪。你
没地面枪，下波我可以给你手，你直接过去吧，我可以给你啊。OK。我现在 RW 有1500的枪，可以秒的。啊，可以直接秒的。啊，可以直接秒。我回家那个 RW 就有1500。拜拜，我要对上了。没有拜拜 ，AD 没打 ，AD 没打。你西巴龙的，他必须要回这个中单。那你到下来的我应该死了。哎，可以。感谢送了我，谢谢。我们已经回了。OK。大龙两分钟。等大龙吧。我可以帮你抓个女刀。对面现在没 TD， 就我有。好的。你看到他可以直接那个二吗？好。OK， 我现在往中靠吧，这波应该有追。哎，你没下 ADC。中路追 ADC。开得了吗？嗯，可以，他死了。我也到了，我也到了。什么？我还想秀一波吧，一波吧。OK。对对对，哇，他 W 的那个女刀，我没看到女刀踢了，我以为他 TP 被打断了。我也觉得，后面他下来了。这太搞笑了，我的妈呀！哎，冰还没有蹲，没有蹲，他没有蹲。他偷了手提的大招，我先电他了，走吧。嗯，我已经。一波不了，一波不了，一波不了。没啥，我们现在没什么伤害呀，感觉。大龙一分钟啊！我就上去吃兵，我帽子900。OK。需要等我帽子。帽子应该顶不了900。哎，我现在 W 上没那么高，660加500，没有1500，只有1200。需要帽子。阿拉斯。完了，哎，好气啊！我回后面 TP 开秒标，走不？我不在。我先等你们过来。哎，好气啊！打他一个。我在找你盾。差打的都差不多。这样没救。快就回去。我可以帮你抓他。可以。哎，被谁吃了这个？他一个人。他不敢装兵。我到了。1212吧。我拉了，我拉了。慢点，我现在没蓝。我看秒标。我给你蹲，我给你蹲。我先等两线。慢点。我给你蹲。我给你蹲。杀这个，杀这个。大卫五个，大卫没枪。Okay, 打到了吗？打到了吗？主播，你要追吗？我没眼，没眼能杀。OK， 你先回，你先回。啊，这样应该不好打到了。等我，能打，肯定能打。AD 没杀，AD 没杀 ，AD 没杀 ，AD 没杀 ，AD 马上就有杀。没事没事，杀了死。我操！我被 AD 秀了 ，AD 闪了。呜呼！啊，西巴拼也距离不过，哎，被爆了，主播。好秀，哎，主要是点我的那个。下个一技能，哇，这一好秀啊 ！AD 没枪啊，看到。还有谁闪了？打野闪了，中单也闪了。对。辅助没掉闪。什么中单没闪是吧？对。中单打野没闪，中单打野没闪， okay. 在这里多闪了，差不多了时间，闪了30秒。中单没闪，打野没闪。哇，西宝。TP 哪有 TP 啊？我开挂了。哼，你们这还让我，还有人让我 TP 啊？小龙他们会平，我问你要过去，我觉得、啊、我直接打吧，直接打吧，要周围要开人。我的 QW 23还比惩戒高。OK， 人在这。他感觉他们不让我。中间过去，中间过去。踢吧。我他们肯定要绕。大妹可能已经绕了，没有，大妹。他们人在哪？我们是对面的，杀了吧，杀了吧，杀了吧。
慢慢打，冰，叫我冰，叫我冰。我这边在，这边进攻 ，A 这边上。AD。一波。哦，西班起飞！哎，对线有点难打这个。哎，感觉下次可以换成那个。加速，给小兵加速。给小兵加速。可以往这长弓打一下。啊，还好对面女刀一直在上，真的。